最不喜欢的三位导演是马导、张导、李导。谁呀？请说出你最不喜欢的三个导演，要全名。四王庭、忘庭、忘庭，哪有姓忘的？你最讨厌的三位歌手是谁？宋茜。你少说我。贾玲，请说出你刚刚最讨厌的王庭导演的三部代表作。真的歪！您最不认可的三部电影是？家在南方，家在北方，家在西方，就这三部最讨厌看。请说出《家在南方》这部电影的三个细节：天气热，不下雪，常年下雨。真是高手。拍感情戏的话，能接受对手戏演员的年龄差是多少？再个十岁吧，因为我现在18，那可能最多也就跟8岁的女生演个感情戏。对，叫英文名的话，带丝吗？不知道。土豆丝。土豆丝。西蒙丝。不像肉丝。叫啥丝？你叫啥丝？你没有去。你这样吧，你叫 Cheers， Cheers。我 Cheers， Many Wins， Cheers。